下来我们要进行的任务和按摩有关，请大家换上按摩服，出发前往。哇，一整个按摩理疗台。欢迎大家来到按摩店，来泰国必不可少要体验的项目就是泰式按摩啊，有两下子，哎呦，舒服了哈。它拥有4000多年的历史，是古代泰王招待皇家贵宾的最高礼节，有强身健体和治疗身体劳损的功效。舒服舒服舒服。2019年，泰式按摩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。卡光啊卡光啊 very good very good。 按摩完之后大家应该身体也基本活动开了，还不错还不错。在这里大家就会迎来最后一次交换搭档的机会，我觉得不会是什么好事情。接下来这项任务叫做按摩垫上的身影，每一组各派一人抽卡片，根据卡片上的指令不断的叠加你的动作，直到你的动作叠加不上去了就视为失败，最终完成动作数量最多的那一组获胜。如果抽到按摩台就可以在那一回合当中享受一次10秒的泰式按摩。10秒，你聊过谁的心呢？观看的成员可以到旁边的座位区观看，同时品尝美味的按摩机。真好喝真好喝，清甜菠萝全新升级，更顺滑更好喝。哎，你觉得菠萝味好喝还是零蔗糖好喝啊？那肯定是都好喝。来吧，自己抽是吧，看看你们柔韧度咋样。一条腿放到另一侧膝，一另一侧膝盖上，一另一侧膝盖上。听懂了？一条腿放在另一侧的膝盖上。你要这个动作回去啊？对，是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叠加，不断叠加。他现在就在下一个动作出来，他这个动作就锁死了，是吧？行了，下一个已经到极限了，不能叠加了。两肘相碰，啊，我都碰不上。你这个肌肉太强了，哦。我脚后跟，你好奇怪。手肘顶膝盖，两脚内拔，哎哎，就这样。咏春，叶问。来，你选吧，去吧。你先选，来来。你让我，这刚才你怎么不让我去呢？不是，这次确实你先选。这是啥？第二排，两脚内八，一只脚踩在另外一只脚上，这怎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就你单脚趾踩上也行。哎。走走走，我不走了，我在这待着行吗？不行，走走，你完成不了你就投降，你就下去啊。臣妾做不到啊。好厉害啊。手摸小腿肚，手摸小腿肚。你不行，你肘是在上面膝盖上啊。我有一个东西叫臂长，你不知道吗？这赖了，你拿那手摸。不是，我这儿不也不算，我这儿。那你要顶在膝盖上。顶着。那你摸。跳起来了吧？不行不行，开心了吗？对，就得这样啊，不能玩赖啊。哎呦，哎呀，不容易啊，过去一趟。这啥呀？你是什么？毒是不是？出来。哦，因为它还是一手的动作。手绕脖子摸耳朵，这就没了呀。哦，假的，再摸脚。哦，大哥爹。哎，摸到了，但是摸到了怎么回去呢？回不去了。再用左手行吗？就是左手摸你的右耳，那不就这个意思？下一条就是把你的左脚含住。
一只胳膊环抱大腿，这咋办？这脚是这样的，环抱大腿。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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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是，他这个有点太简单了吧？那你看看，有没有剃光络腮胡？脚跟相碰。我这个腿只要搭在就行吧，但它没有搭在膝盖上了，就这样交叉一下碰上，还不行，把那前腿伸直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哎哎，行不行？行了吗？回来吧，两边肩膀一高一低，一条腿的膝盖不能弯曲，那我就是。对吧？现在刚才是这样，相信一条腿不能弯曲，对。挪挪去。该我了。哎呀，感觉我特像一个思考者，你知道吗？我应该体验按摩吧。马萨鸡。恭喜程程可以享受一次十秒的泰式按摩。Thailand。哎，不能按腿，这不是肾不好才按的吗？等会儿这，哎，哎。哎，技师笑得比他都大声，还坚持不坚持了？十秒绝对有了，时间到。你这一头一尾，起码你的腿还是灵活的。他怎么抽啊？哎呀妈呀！导演，你帮一下吧，太可怜了。惨不忍睹，真的。啊！谁帮我呀？快去！单膝碰地。啊！我一直碰。他现在就单膝碰地。就是你所有动作都要保持一个膝盖在地上。Oh my god！ 太惨了，太惨了。脚心相对。脚心相对。大哥很像一条美人鱼，还要挪脖子，就这个，一只胳膊保持直立，用腋下夹起这张牌，一只胳膊保持直立，没了，你刚才那只不行吗？这也是直立啊，你往下直立啊，沙哥，哎，对对对对。沙哥主打一个四肢僵直，好偏呐！剩最后一个能动的，这比刚才那趴还累呀！啊，选一个，单脚颠地，他怎么老跟腿有关？对对对，走回来啊！可以，白鹿够，白鹿够不了，快，这一趴是属于你的游戏，我都没玩过你，快！The zombies are coming！ 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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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我膝盖要着火了，膝盖要着火，膝盖要着火，耳朵也着火，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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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哪个？最右边那个吧。这个。马萨鸡。怎么像在放烟花呀？时间到。高普哥。用下巴夹住牌。哎，啊，那我又抓又，你抽到了两个右手，行，我失败了，你解脱了，子弟啊，解脱了，你看这负伤的这个，匍匐前进，单腿直立，
你这个姿势再立起来就好了。窝起来，窝起来。大功臣是谁？后边周一下。这。摔了摔了，我就摔倒了，我这还死死夹着呢。哎呀，你看这夹的已经都夹湿了，我的妈！好，这一轮结束。哇！I need a massage right now。第一轮有三位成员是打平的，接下来是第二轮。我觉得真的是很人性化，那边我们战损，这边修复，然后就是修复。这把有的看，这把是血战到底啊！这把血战到底，谁先来？这把有的看，这把是血战到底啊！这把血战到底，谁先来？毛弟先，我先吧。一只脚高度超过膝盖，我觉得你先选一个地面动作好一点。地面动作是吧？一只脚高度超过膝盖，脚超过这样是吧？对。这个位置怎么？这个位置有毒。一条腿放在另一侧的膝盖上。这个位置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。下巴碰膝盖。哇！一来就这么狠的吗？上来就这么狠。这个位置也有毒，三弟这可难了。已经感觉到了这一把的这个强度啊，强度了。膝盖相碰。膝盖相碰。海哥，双腿交叉。交叉，哎。接着抽吧，下一个。我呀，这位凯哥。一条胳膊抱住大腿，双手合十。这样？对。我手没，我俩手都没了。我觉得我们俩运气比较差。你比较差，我还行。一边小臂紧贴大腿。哎，好累呀、啊、好心酸啊。单手环腰，胳膊贴住耳朵。你这个把自己锁住了，这样对吧？你想怎么回来？我问问你。不是，周深感觉特惨。周深不是，周深感觉冷，莫名其妙的感觉特别又冷又饿。就是 massage 用肩膀和头夹。嗯，夹住刚才一模一样。你俩一模一样。我是用胳膊肘。完了，我能感受你刚刚那脖子不舒服了，对吧？你是忙什么业务？给谁打电话呢？又？哎喂啊啊！是是是，按摩的啊！行行行，一会儿回去吧。我帮他吧，我帮他。来，你要哪张？第二个啊，马三记，左手捏住鼻子，我俩手都没了，这脑袋就得放鼻了，脑袋就得放鼻了，那咋回去啊，兄弟咋回去啊？海哥怎么逐渐变成了我呀？嘴巴碰到手背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很简单，哎，这行。把牌抵在右边眉毛上，这个暂时只能这样。你唯一的一只手也用了啊！这些你要撞到我了。这个只能是这个，能是这个。如果再卡一张牌咋整？我看一下。马上。就这姐姐贼喜欢王鹤棣，刚才都擦出火花了，有点。可以了。哎 no no no，
不可以呀，能能。弟弟，脚底板是不是扛不住，有点 ？OK 了，时间到了 ，OK OK， 了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高兴的呀，喜欢 F 四啊？再来一张，再来一个马杀鸡。高兴没用到我了，去吧去吧，给你的剧好多人长得笑的眼睛都合不拢了，这是。很晃的。哎呀，到了吗？好，时间到。OK OK OK。深深，你要不放弃吧？哇，脖子要扭了。一只眼睛有点累。白热化阶段了。可以啊，我先点播马杀鸡。到我了是吗？马杀鸡。头扭向一侧，还好还好还好。这样免了吧。谁怎么了？手背碰到肚脐。掉了！周深淘汰，太掉了！周深解脱了，快回来吧！满头汗，你是拼命吗？观众是能看得见的。不行，屁股着了，屁股着了是吧？屁股翘起，翘起？怎么翘起啊？我可以帮你一下。不行不行，那我手合不上。那你就得站起来。起来吧，站起来。凯哥，我这是什么酷刑？随便来一张。用下巴夹住牌。我去，极限，真极限呀，哥。凯哥淘汰。尽力了，尽力了，尽力了。Oh no！ 单腿站立。这绝对的核心力量。哇，这太考验了。就我和 baby 姐了是吧？啊，对。来，血战到底。哪一张？就这张。这张。哎，对。你说说说快点。马杀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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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运气这是？马杀鸡，马杀鸡，咱服了吧？给你了，给你了，给你了，给你了。赢了，给你好了。赢了。你是马杀鸡王子吗？马杀鸡，太难了！恭喜范丞丞和王鹤棣组，你们是这一环节的胜出者。太难了。排名最后的一组是粉丽组，就要公开身上的数字。每一项任务排名最后的会直接公布他名牌里的数字是几，而排名第一的队伍可以到我这里来询问某一个数字对应的同学是谁。三五二六四和四，那八分要不就是唐一清，要不就是晨哥他们那组。你先撕我吧，撕我来嘛。三。我想知道老师的音。王鹤棣，我也是个音。我们已经明牌了。经过
第一次调换之后，目前场上最大的数字依然是八。你看啊，还有八。你们三组里有一组八。二五哦，七分他们。那八分，要不就是唐一清，要不就是晨哥他们那个。43，哎，也是七。那八分又是晨哥他们那个。在新老同学的两个铅筒里，各有1到6的数字。没验出来啊，我们老同学里面没有六分的人。老同学里面没有六分的人。哎呀，谁想赢？看来得，对，现在对我们，你这说点好话，我们现在掌握最后的生死大权呢，也没人说点好话，真的哎，皮筋筋，哎，咋的？这最后一把了啊！但你有一个机会，你可以把他们拆开，拆开就变成他们了，有啥意义啊？他们得，其实还有个办法可以让露露也赢。我怎么有一分？一分，你加上陈哥，你。就也是最低也赢，我觉得行，也管管我的老队友，刚好以爱为赢，他俩赢，把锤哥和白鹿调一块，对，把锤哥跟白鹿调一块，可以啊。所以最终获胜的三队分别是晨哥、白鹿组和程程第一组，总共每组有3分，还有一组是最高分，就是沙哥和 baby 组有10分，所以恭喜你们这三队。